打算放在哪里这幅画？房间。你房间很大吗？还算大。啊，他家是豪宅，一定是，不然怎么可能放得下？我跟你讲，吴坚琴，你们的粉丝是有钱人，因为你看这幅画，他的房间放得下。我觉得你拿回去，爸妈会不会骂你？妈妈一定会念。他觉得我疯了，真的是疯了。对啊，如果妈妈看到这幅画，你要怎么跟他解释？画个乱七八糟呢？哇，说是我喜欢的。好，妈，你要说妈，这是毕卡索的名画，未来的毕卡索。真的只有世界上只有这一幅，好珍贵，独一无二的。独一无二。所以以五间情愿，你是追谁？还是五个都追？说实话，不要骗人。风筝。追风筝。好，靠近，看他脸，拍他的脸。喜欢风筝哪里？喜欢，我觉得他很有才华，很会创作啊，而且唱歌又很好听。那对风筝有什么话说？就是继续加油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。好，期待1月30日。那对其他四间情有什么话说？有话说吗？就是觉得他们都很棒啊，都很有才华，然后会出更多作品给我们，我们也会继续支持他们。对啊。好，那你爸爸来了吗？我看一下。目前还没看到火车的钟。还没有。但这个风筝的签名可能要找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风筝签名。哎，对啊，我们是其实也搞不清楚风筝的签名吗？你可能需要寻找一下。这一台？不是。我想说冷冻货柜车要冰存起来嘛，保持它的新鲜度。是这一台吗？也不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那是物流车。不是。这台啦，来了来了。吴坚琴的粉丝，就是他们为了要拿这幅画，请爸爸开卡车来拿。哇塞！来，我们先去看爸爸的反应。爸爸，我问你，你女儿为了拿这幅画，特地叫你来载，会不会觉得很夸张？会的。你爱你女儿，所以可以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看到这幅画长怎样吗？不是，是我们主持人画的。不错。他说不错，你的眼神有在骗人。好了，谢谢爸爸支持你的女儿，让她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哎，真的很酷。现在可以再放100幅。哇。